MK47 的性能很差，为什么刷新率还超低？粉丝提问道。确实啊，这不符合官方的设计原则。那么为什么官方会这么设置呢？原因应该有两个。一，为了推广其他新枪，任何游戏每个版本都会推出新内容，像吃鸡就会上线新武器新道具， MOBA 游戏就会上线新英雄等等，而每上线一个自然要对它进行宣传，所以老枪的刷新概率就被调低了。 MK47 已经出得够久了，刷新率自然就是正常武器的刷新率了，这是任何游戏都会做的。二， MK47 没人用， MK47 弱刷新率就必须高吗？为什么不反向思考一下呢？也许就是因为上线了很久，而捡的人用的人实在太少了，玩家对这把枪怨念极深，官方为了照顾玩家的情绪才把它的刷新率调得低了，因为也不可能删除它，就让它少出现就好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